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主题就是这个叫轻松做个 Motion Blur 动画设计师哈。那各位画面我先广播一下，可以吗？这样应该都有对不对？这样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老师嘛哈。那如果同学你有兴趣的，你就尽量坐中间一点，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嘛。这里啊。他应该没有各自问题，我都很小嘛，哦，你都躲得很好啊，不是吗？好了哈 ，OK， 那待会呢，如果你资料还没下载的，就麻烦你从这边再进来一下，我这个会留在这边哈。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做个动画设计师，请问一下有没有设计学院的同学，美术系的啊，或是那个？有哦，你怎么可以今天来？你要念四年的，不适合。三个小时的因为我们今天三个小时要抵他四年所以呢他不太适合来哦，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外面的人可以做这样子 OK 哈、哦、那你看看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个的活动也好，或者是那个你们包括系上的啊，还是自己社团的啊，外面活动，现在大家除了会做海报以外，有没有很多都要做一个动画，比较吸睛，对不对？那你又不是学那个设计的，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想办法让各位在三小时内就变成专家。好，那我们往下看一下，来这里一个，我们先看看这个。今天上完课，你就要会这个哦。上完课你就要会这个，这样可以接受吗？这样会太难吗？不会吧，哈、哦。好，来这个就点过去哈，从这边点过去。这样有信心吗？上完课你就会了，没有信心的你可以先离开，没关系哦。这里来哟，有没有？好，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很快就做到了，好，都可以快做到了。即使你不是设计学院的，也没有关系。那像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是类似像心智图式的简报，这样也可以做视讯啊，也可以做视讯啊，这样了解的吼，你看这里也有，或者是你要像这样子也可以，现在有没有常常看到一些科普动画，介绍那个科普啊，科普的知识啊？你今天如果要跟人家介绍那种很生硬的，有时候大家接受度不是很高，对不对？因为太多专有名词。可是如果说，哎，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介绍，大家接受度通常会比较高一点点，哦，比较高一点点，也比较听得下去嘛。这样还 OK。好，那如果这样没有问题的话，等一下我们就会先打预防针。啊，今天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冬天已经到了要流感吗？所以我们真正的资料内容在哪里？在这边任务里面，有没有先暖暖包一下，打预防针？所以这里面的待会资料我们会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你有这些概念之后，你再用这些东西会比较 OK。好，那。另外呢，我们在延期的这个内容里面哈，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互动白板哈，所以你点这个超链接就可以进来，就可以进到这边来。那这个白板呢是大家共用的，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在上面这里有没有一个文字？好，最简单的你用文字，这个文字方块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呢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因为我相信各位，基本上
你们现在上课应该都知道上课的情景吧？老师问有没有问题，就跟你们现在一样，有没有？没有问题，对不对？然后老师又继续讲下去。可是在这边，你都可以登录进来哦，你有登录进来。那你要放在哪边，你可以自己决定。大家是互动的哦，所以待会不是只看到我。等一下我开放之后，你会看到所有人都在上面，谁在打什么都会马上及时看到，好，都会及时看到。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如果你觉得我用打的比较慢一点，没有关系，有没有涂鸦？有涂鸦的，你也可以用画的，因为有的人就是比较会画。好，那这个呢，你如果画好的，你也可以自己看要不要移到哪里去。如果你的风水你觉得这里比较好，你可以把别人移开，好，就可以放到那边去。好，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还有就是，哎，如果我觉得这一张图我的就是在哪个地方有问题，你把画面抓下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贴到这边来，有没有就进来了？你也可以用图片来问问题，这样了解吗？所以你透过这个方式，待会进来各位不用担心害怕，因为你们都是匿名的。我现在马上先把画面还给你，你等一下呢，进到我们这个页面的最下面，哎，各位，怎么样回到页面的最下面？网页最下面要怎么过去？不要老是滚滚滚哦，我知道你也会滚，但是按键盘上的 End 比较快，你们就马上下来了。啊，回到最上面呢？既然有 End 就有回家，叫 Home。这样有没有回到最上面？了解哈，来还给你，你可以一起登录一下。各位进来，这个我们延期白板都是匿名的，好，都是匿名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身份会曝光，除非你自己在上面打我是谁，那我就知道。好，你看一下我们右上角，你看大家进来了，有没有看到右上角？哦，刺猬进来了，这里还有个灰熊也来了。有没有袋鼠也来了，雪貂也来了，地鼠也来了，我只会知道是哪一个人什么颜色而已，这样了解吗？所以你有问题的话，欢迎你在上面直接看，这种打字的还是用涂鸦的都可以，这样你就不会不好意思问问题，对不对？也不好意思，不会说不好意思把老师的上课打断嘛。好，如果你不好意思问的话，你就在这边，那我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是谁。你看划过来，我刚河马这个刺猬准备在那边打字的，这个是谁？那个狐猴，有没有狐猴在问问题的测试中？啊，你可以哈。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哦，你有人把他代码打出来，有没有？怕人家不知道。OK， 所以我们等一下这个今天，因为今天会在早上还有下午有一点点时间。好，那我被延期被切成两半，好，那是没有关系，就是今天延期过程里面如果有任何问题，就请你在这边先留言，那我就会随时过来这边看。好，那我只回答有意义的，你要涂鸦要玩的尽量玩没关系，因为老师有法宝，你知道吗？老师不用擦白板的，因为在这里有历史记录啊，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涂过之后擦掉老师就没有了，会把你留下来的。哦，你看查看版本记录，来，我先把我收起来，收起来，你看我点这里有没有回到这个版本，点这里今天的，因为各位刚开始而已，好，一开始有人说我有问题嘛，再来就换我了，对不对？然后就换你们的版本嘛，这样了解哦，所以我可以随时回到过去哦。好，那这个是给各位了解一下，反正方便大家去用哦，方便大家用。你如果有问题，就麻烦你在这边去使用，这样对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有没有点概念呢？一定要做得出来嘛，哦。好。